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学的是“到胃口”，讲义是“难忍、难闷、难吃”。听我反念来：“到胃口，到胃口，到胃口。”行为的他，我感到很生气，很生气。 他的行为让我很到胃口。他，的，行，为，让，我，很，到，胃，口。 他的行为让我很大胃口。他的行为让我很大胃口。